同学好，我们要来解这个题目。题目告诉我们，解方程式，分母是 x 加 1， 那分子是 2x 减 3， 好，那这个要等于 0， 则 x 等于多少？我们来解这个题目呢，首先，这个 x 加1分之 2x 减3要等于 0， 分子要等于 0， 分母不能为0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2x 减3要等于 0， 那我们可以求得 x 等于2分之3， 这一题就解出来了。